Hello， 大家好！今天刮张大富大贵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500元，头奖奖金500万元，有高达14次的中奖机会。这是发哥挑选的尾数是15号，号码是00772605，00772605。喜欢装尾数15号的可以中大奖啦！来来来，哇，它有蛮多种游戏的。那这次从左上角这里扇子开始好了啦。来来来，刮出两个相同金额，记得盖奖儿。两个相同的金额就有钱，1000。再给钱的话，600，哇，1600没中，好，算了，没关系。接下来刮中间这个，啊，刮干净一点。来，这个刮出一个金额，记得盖奖哦。只要不是零，就是零啊！0000啊，又是零，没关系。接着看这个。挂出三个相同情况，记得奖金来的奖金，先把奖金再来一，哇，5000元啊！有没有可以中三个符号嘞？哦，两个了，两个猫爪了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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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，这个，哇，不是啊，啊，差点点，啊。最后了，剩两个，加油加油啊！大富大贵刮刮乐，加油加油！接下来是另一个您的号码对中幸运号码，记得该号码对应的奖金。幸运号码是12号，还有2号，还有14号。来吧，第一个是06，没有。第二个是09，也没有。哇，这个哦，放很这个刮了已经很久了，所以都很潮湿啊。发哥用这种刮冰淇淋的，是挖冰淇淋的，都觉得很难刮了。新的比较好刮，04也没有，03也没有。再来，08还是没有，07、15都没有，为什么都没有？嗯，这样都没有对不对？01、05、11都没有对不对？要12、02、14嘛，12、02、14，01、05、11、07、15、09、08、06、04、03没有就是没有。好，接下来看最后一个游戏啦，刮出三个相同金额，记得该奖金。1000、5000、10万，哇，连两个样都没有，哇，应该是50万，中奖，5万，5000，哇，没有了，啊，好讨厌的感觉哦，又乌龟了，乌龟翘了啦，又乌龟了。一开始刮到 V 还以为说是500块，结果大家应该都看到了，所以发哥也不想说了。这一张确定乌龟了，也没什么好讲的。其实刮到一半，大家可能都知道是乌龟了。不过发哥基于对刮刮乐的尊敬，还是把它全部给它刮完了。好，最后杨雅做个总结。张说家新台币500元的大富大贵刮刮乐尾数15号，宣告杠估做了500块的公益哦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